今天呢是2020高雄同志大游行的 pre party， 然后在 Coco，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室友今天长什么样子。嗨嗨嗨！这是我们拍第二次了，因为他刚刚一直骂脏话，而且他很暴躁。这个是喜欢穿女装上别人的。你哦。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，今天我又是来拍他酒醉的状态。你知道我每次拿起相机又遇到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又会酒醉啊。对，我传给你。哇，同一件内裤哎，不一样，一件新的，你是没有洗。哇，那是尿尿呢！欢迎大家来搬到高雄，好不好？我们高雄需要多一点的新住民，好不好？ Yeah, 新住民，新住民啊！哇哇哇！这个人高雄很棒啊！我跟你讲，他要搬到高雄喽，因为他要失业了啊！哇，今天吃不饱饭呢，刚刚认真。大性别重症、异性恋绝症，在场的各位朋友，只要你是人，或者你是狗也可以，我不介意哈，完全不介意哈。在场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不好？好的，然后我们的皇后企业主不要开始，袋鼠企业全部给我他往后退，有办法的话再给我们一点点的舞台吗？他们哪会怕你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猫的得意吗？可以啊！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鼻涕豆。好好的享受这场派对，好吗，各位朋友？没有错。Thank you.
2 hours later. YouTube 我不知道在拍什么意思的。我本来想说可以拍人家酒醉的样子，但是最后醉的是我自己。哇，哇好好笑、哦。那喜欢我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加上按订阅。对对对对对，拜拜。